就是呢，重点呢要在能够听得懂，啊，要会做，哦，会做呢才有功效。我们都修到蛮久的，各位先贤修到久不久了啊？都蛮长一段时间的，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假如说哦，啊，回顾啊，我们这个进入道场以后的一些呢，哈，这个修为啊，我们会觉得说，哦，进步的那个程度啊，并不大，因为在心性方面呢，啊，没有了解，不了解的话呢，我们的进步啊，就不会很大。那我们呢，这个修耳根圆通啊，重点一定哦，要在呢，先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对呢，自己啊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啊，已经有一点认识。各位认识了没有啊？有的时候已经认识了，有的点点了，点点可能哦，要搁底下体会，说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有时候这个呈现呐，我们呈现呢我们那个真心佛性的时候啊，自己呀，并不知道。像呢啊，我们上个礼拜有拿那个张卓秀才悟道记呀，里面呢，啊，就有一句讲说呢，趋向真如啊，亦是邪。各位有听吗？有。啊，了解那一句的意思吗？这个又是有听没有懂，听是有听啦，没有懂哦。啊，所以呢，那一句哦，那个趋向真如亦是邪呀，他就是讲我们已经在真如之中，不能再趋向真如了。哦，已经在真如之中，那我们又趋向真如的话，就是我们的头，然后上面再按一个头，这样知道意思吗？就已经不对了，已经是错误了。啊，所以在我们万念都放下，那个一念不生。这个时候啊，了了分明，那个知觉性，就是我们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那一个本体哦，一定要启发，因为就是这个在成佛的，成佛就是这一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就是那一个没有形象的，要用体悟啊，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呈现。就是真如，就是我们本体了，一定要先启发这个，然后再来做耳根圆通，把那个佛性啊，让它延伸到我们的身外，到整个虚空，跟虚空啊合成一体，这样了解意思吗？会不会有一点深啊？不会啦，已经听得很久了，下个礼拜啊就已经九个月了，已经听九个月了，算了，时间过得蛮快，那歌也都或许很感到呢很赞叹，领悟的都很快，因为北部的前贤大概都要经过一两年才能够领悟，才能够听懂。我们进门还不到九个月，就可以听懂了，高不高兴？很不容易啊，因为这个心理心法就是都没有形象，我们把没有形象的东西啊用语言的文字把它描绘出来，然后让我们都能够进入进入呢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我们一进入了以后啊，那已经就在真理世界了。所以或者开始讲以来啊，全部呢都是在讲真理，都在真理里面。像我们讲那个十世古今啊，不离当面，五十六亿万年以后啊，就在我们眼前啊，当下这一个念头，这个都是真理。然后佛示现在凡尘，讲经说法四十九年，那佛就讲他从出生一直呢到修成佛，到呢入灭，他不动分毫，就是如如不动，一点点都没有动。那我们在凡尘看的现象不是这样，是从出生以后啊，
然后呢慢慢长大，然后呢出家修道，还偷跑的去修道，然后成佛了以后讲经说法49年，然后进入涅槃。我们看的是这样，可是在真理世界啊，它是一点点啊，毫厘都没有动，我们都没有听过这个观念，对不对？所以在真理世界之间啊，我们一念啊就10000年，10000年就在我们一念之中，所以我们眼前的这一念啊非常重要，我们要保持啊没有三心，没有三心哦就没有四相，那我们有三心哦就有四相，这个各位三心知道吗？什么叫三心？就是哦，过去心、现在心跟未来心。过去心哦，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要哦去想哦，我们过去的就让它过去。那未来的哦，我们也不用策划哦，因为我们要了解那个策划未来是我们身体要用，佛性不用。那我们哦，现在心也不要，因为现在哦它不住。我们说现在。现在已经过去了，现在又过去了，现在又过去了，都它不住。那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现在，三心都没有，三世哦就摄受我们不住。三世啊，过去世啊，把我们 keep 不住，未来世啊也摄受不到，现在世啊也摄受不到。那三世都摄受不到，我们整个啊。不生不灭的佛性、就呈现，呈现的都是佛性本体、跟佛都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行为作为，我们自己有三心，所以才引起四相。四相呢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一般呢都在文字方面的。那或许都讲、我们以实际的来讲，只要落入能手就有四相哦，说我能看，能看的就是我相，然后一定有手看，那手看的哦就是人相，那手看呢差别重生就是众生相，连续不断的看叫受者相，哦，落入能手，哎，我们了解就已经有四相，哦，只要落入能手，我能听，我能闻，我能做，我能怎么样，都是四相。那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没有三心以后啊，就没有四相，因为三世啊都不摄受，三世不摄受啊，我们没有六道轮回，有六道轮回啊，就是被三世摄受，哎呀、所以在我们生活之中啊，我们就是要注意哦，不要有哦胡思乱想的心，不要起心动念，哦念了一起呀、就叫业。哦，我们已经造了业，嘿，所以哦啊，我们看那个黄母性子世界、有那个三山坡啊，那个是一念无明啊生三系，然后呢，哦，后面啊就是境界为眼长六出，哦，有系还有出，哦，从呢一念无明生花，我们起心动念一个念头，一个念头就让我们落入凡尘了、在凡尘里面生活，因为有念头才有三恶大地，有三恶大地呀、我们才出生呐、出生以后造了业、才有业果、所以那个境界有环境有界相、为眼因眼，然后长六处出来、一念无明呢生三系、我们是这样、下来的、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说我们有六个劫、到凡尘来怕六个干，还要等你爱把这六个干掏我亏啊！六个劫，第一个呢，本来、都是极灭，极灭就是咱、佛本位，极灭。我们、把极灭如如不动的、那个全部什么都没有的、没有烦恼的那个极灭、就变成生灭，起心动念。所以、第一个。掏一个干已经哦，怕一个干哦，极灭变生灭，然后第二个干本来是真空啊，真空那无碍，那必完空，怕第二个干哦变空，然后第三个干哦，咱的迄个觉哦，咱的知觉性
本来知觉性呢是一个，可是我们哈、哦、从知觉产生啊不觉，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哈、哦、就无明。第三个干，第四个干哦，就是咱的根哦，咱眼耳鼻舌身意呀、啊、六根。本来呢，我们要了解哈、哦、这个根啊，根本是要我们哦从佛性发挥来用，可是我们哈、哦。跟六尘相对啊，根尘相对，哎，就产生六识。我们把六识当成心，啊，所以又变生灭心了、啊。哦，所以第四个结、啊、就是根，然后第五个哎就是镜像，哦，凡尘的所有哦那个静悄悄的那个像镜像，哦，是我们的第五个结，第六个就是动。动就会引起我们注意啊，哎，所以那个动哦，就是第六个结。那我们回去哦，也要把这个六个结啊都解开。哦，第一个啊，就是从哦动，把这个动的哈、哦、那个结啊解开。那动的结啊，哦，我们了解啊，完成的所有声响，有声音啊叫做动。那我们要在有声音之中哈、哦、解脱。我们现在、哦、大部分、啊、都会被声音束缚，叫声吼、哦，给咱拔起来，吼、哦，咱听到声吼、哦，啊，就叫声来给咱指挥，吼、哦，啊，咱就去走，吼、哦，就被声音、啊、束缚，吼、哦，这个动，被这个动的声音、啊、束缚。那凡尘所有的广告、哦、它也一样要动，才会引起我们注意、啊、所以那个动、哦哦、最容易 让我们、哦哎、这个起心动念。那我们知道凡尘的所有，不管是声音，不管是形象，不管是事情，它都是因缘际会才呈现，都是变化无常、哦啊、不要住，不要把它呢当成固定法、哦、不要住在相、哎啊、不要住在相、哦、我们第一个、啊、那个动的结、啊、就可以打开、哦、动结一打开以后、啊哎、我们不被那个、哦哦、动的形象动的声音、哦、引诱，那不被呢这一些声音、哦、引诱束缚，不要声音拔掉，这样呢我们就已经呢把那个动结解开了、哦、不受它影响了、哎、这个叫做已经呢、哦、打开结。那么第二个呢、哦、动已经解开以后、啊、第二个就是静、哦、那个静、啊、就是完全都、哦、没有声音的时候，那么没有声音、啊、也一样是我们佛性面对、啊嘿啊、这个、哦、虽然已经比动、哦、要进步了，可是毕竟呢还是很、哦、粗浅、哦、是跟动、啊、相对的、啊、也要把静的结、哦、也解开、啊、所以动静、哦、这两个结、啊、解开了以后、哦、那个根源我们那个、哦、凡尘的、哦、那一种诱惑力量就已经不大了，哦、要我们投入凡尘去追求、啊、大概就不会了、哦、不会投入凡尘追求，然后呢再接着、哦、了解说我们六根、哦、面对六尘产生六识，那我们呢、哦、在日常时候、啊、用事来则应、啊、事去则接，不被它、哦哎这个啊左右，不被它主宰、哦、这个很重要了，因为我们在凡尘都会被我们六根、哦、主宰，哎呀、啊、造了很多业，那已经、哦 不接受六根的指挥，我们呢就是接受、啊、佛性指挥，这样的话呢那个根的结、啊、就可以解开、哦、第三个，然后再下来就是觉，那觉呢或者就讲、哦、那个啊、也不合上也不合下合中那个啊，哎，我们这边发明的啦，那个和中哦，我们这边发明的，那个和中很理想哦，就是时时刻刻啊跟中道合在一起，把凡尘哦放到背后，背尘呢和觉跟觉都合在一起哦啊，所以跟觉合在一起呀、啊，就没有哦哦那个不觉，那么没有不觉啊，我们觉的结已经打开，哦那个结打开了以后，得细也改。然后呢又进入以后啊，哎或者都讲我们已经启发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啊跟空间合在一起，整个空间啊都叫真空，有佛性在，那我们哦把佛性极限在身上哦，让这个空啊变完空了、啊、哦这个空啊
哦，就是什么都没有，完空。可是我们现在已经哦，周耳跟圆通把佛性延伸到空间出来，哦，这个时候啊，整个空间都是佛性，所以叫真空妙有，哦，啊，真空妙有，我们第五个结啊又打开了，然后又回到哦最原始状态，哦，那个如如不动。或许不是讲说我们有玩过照相机的人都知道吗？哦，那个啊，哦，我们按快门的那一刹那，镜头不能晃动，一晃动洗出来的相片啊模糊不清。所以哦，我们那个佛性啊，它是如如不动，哦，那个叫寂，哦，寂啊就是如如不动，就是呢寂灭。哦啊，我们已经回到哦那个原始状态了，第六个结就打开了。啊，你怕哪个敢怕鬼啊？各位打开了没有啊？还没啊？他先知道了哦，先知道怎么打，因为哦，或许有讲过了哦，可能对哦六个结啊都蛮疑惑，哦，所以我们在上课之前呢，先把这个哦稍微提示一下，然后让我们再看下去哦，再来研究里面的详细内容，就容易做。他会做了哦，我们一段时间呢，啊。哎，各个结对哈，会知道说不一样的，我们整个人生都改变了，哦，我们自己呀，啊，心改变，哦，我们的家人啊一样跟着我们改变，然后我们的哦亲朋好友啊看到我们改变，也跟着我们改变，整个环境都不同，哎呀，啊，所以哦就很理想，哎，我们可以了掉呢很多的业障，而且又可以利益啊哦很多众生。哦，都可以修正成佛，哦，只要我们启发呢不生不灭，哦，那个真心佛性，啊，那个是成佛的正因，正确的原因，啊，就是这个，哦，万年都放下，一念都不生，那个时候啊，那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那个就是啊本来面目，哦，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我们，哦，一定要启发，哦，启发了以后啊再来哦，做耳根圆通，把它呢哦扩散到整个空间。那整个空间呢，啊，哎，都是佛性哦。那尽虚空遍法界，整个啊哦非常理想哦。那个文殊菩萨他就有讲说，我们住的世界啊哦是很狭隘，我们的佛性本体呀，啊，那个觉性啊非常宽广哦。他用比喻呀，啊，说呢，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啊。就好像呢大海，可是呢我们这个地球啊，哦，我们住的这个哦这个地球就好像哦大海里面的哦一个海浪引起来的泡泡，哦，文殊菩萨这样讲哦，他说我们看哦哦我们这个空间很大，地球很大，他说不大，很小，哦，是我们起心动念以后才有的，才有这一个哦三河大地啊。哦，我们居住的环境，假如说我们哦花心修道，这一些呢都消失了，这个假象全部都消失了，没有哦，所以很狭隘，佛性呢才很宽广。那因为我们哦没有研究都不知道，那或许之前呢是以为说哦天地很宽广，我们人很狭小，现在竟然反过来，我们佛性呢，啊，非常宽广，天地很狭隘，很狭小。天地不大，很小，哦，我们佛性啊很大，嘿，所以就是，哦，要把佛性修正，哦，修正出来跟整个啊，哦，宇宙虚空合成一体，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哦，到无量的佛世界啊，哦，可以去，哦，那个度化众生，无量的佛世界，哦，一样有众生可以度。那我们呢就回到，哦，我们身上那个，哦，跟圆通的讲义回来。我们上个礼拜呢，哦，讲到没有三心四相，哈，哦，各位有找到没有？刚好在一半中间那里，哦，那个佛性全体呈现了，啊，哈，哦，那边不缺分毫，没有三心四相，找到了没？哦，找到了哈，哦，没有分别心呐，啊，哦，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哦，那个趋向真如意识学，哦，那个意识啦，就是当下就是真如，当下已经就是了，
哦，不能在头上安头了，哦，当下已经就是，啊，所以哦，哦，跟呢佛都是一样，哦，没有这个三心四相，没有分别心，哦，以佛呢无异啊，哎，跟佛呢都完全哦都一样，故呢这个知佛异口同音呐、啊，对阿难说，说熟如哦轮转生死结根呐、啊，哦唯汝六根更非他物。哎，这个哈、哦、啊，在《楞严经》里面哈、哦、啊，这个所有知佛呢，跟阿难讲，说呢，使我们呢、啊、六道轮回哦，一直呢啊在轮转哦，那个会生死啊，哦，为什么一直在凡尘生死？就是因为啊，我们呢啊用我们的六根哦，所以我们呢啊以为啦，都以为说哈，哎、欸、对啊，都、就是六根被我们用啊，哦，六根给我们用，那、啊、我们都用六根，那、啊、结果哈、哦、就造了业，造了业就要受苦，啊受苦就在六道轮回了，哎、欸、啊所以哈、哦，或许都一再讲，说我们哈、哦、修道以后啊，根尘相对产生的哦那个念头啊，哎、欸、我们不要用，哦因为它会变化，那、啊、既然会变化，就不是哈、哦。啊，那个真理，哦，真理是不会变的。那我们呢，要找真理，哦，找到不会变的来修，哦，所以呢，啊，我们生活之中根尘相对啊，产生那个六识，哦，那个心呐、啊，那个心不要用，哦，我们呢用万念放下，一念都不生，那一个心来修道，哦，那个是从佛性呢直接生发的。那么底下呢，哦，又这个知佛呢，又啊异口同音呢，对阿难讲说：令汝四正啊，安乐解脱，安静啊，妙常，亦汝六根呢，更非他物。所以哦，那个要我们六道轮回也是六根呐、啊，那要我们哦回到我们那个哦佛的本位，回到我们本来也是六根呐、啊，哎，就是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哦、看我们怎么运用，我们呢知道啊，六根、哦、是佛性的、哦、随缘之用，我们呢把它的功能作用完全都了解，不使它当家，这样哦它就不会造业，那六根不造业就不能、哦、不六道轮回，那我们假如说、哦、用六根它造了业要受苦，就六道轮回，哎啊、所以、哦、我们要了解说、哦、我们既然有身体、啊、有六根、哎啊、我们就是要用、啊、用的时候、啊哎、就是、哦、那个主宾、啊哦、宾客主人要分得清、啊、主人是佛性本体、哦、宾客、啊、这个客人是、哦、六根，六根是、哦啊、人客，他不是主人，因为我们、哦没有研究的、哦、这个真理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用我们的、哦、六根来当家，啊六根当家、哦、我们有喜欢讨厌，那喜欢讨厌就有取舍，那我们落入行为的取舍、啊、就造业，造了业、啊、就要受苦、哦啊、就这样、哦、没完没了，那我们现在了解说哦，原来、哦、叫他听话就好、哦、不要让他做主人呐、啊，哦，不要使六根呢，哦，做主人，哎，各位亲贤，现在日常生活啊，谁当家？佛性当家，以前不是很自然就讲佛性当家吗？啊，今嘛那些叫丢人家讲，想想来讲，哦，唔对嘞，迄拢六根的当家呢，吼、哦，唔是迄个佛性的当家。哎、所以我们习惯性、啊、都是六根、哦、在当家，那我们现在、哦、就是要了解到六根当家会造业、哦、我们不给他当家，启发佛性呢出来当家，这样、哦、就不会造业了、哦、就可以解脱、哎啊、所以、哦、很重要的、哦、这个转换、啊哦、我们把它转换呢佛性当家，那么众生呢迷本轮、啊、寻生呢故流转、哦、我们众生呢迷昧我们的根本，然后呢我们、哦、都在凡尘啊、哦、这个追求啊这一些啊生灭的东西、啊、因为我们追求、哦、这个生灭的，嘿，所以我们、哦、自己本身啊、哦、生灭的东西啊那个比较、哦、鲜明，
所以我们追得会比较容易啊。那假如说不生不灭常住，常住真心哦，它如如不动，看不见，摸不到，听不着，都哦让我们无这个没有知觉，不知道，啊、所以哦，就不容易啊，启发它出来当家。可是我们一定呢，要认识，认识呢，我们佛性本体，不要迷昧，因为迷昧啊，造了业啊，受苦的也是我们自己本身在受苦，所以不要迷昧，我们呢，这个不要把啊稳性哦，这个放到那个生尘上面去呀、啊，因为放到生尘上面我们就追逐啊所有生命。哦、因为我们寻声啊故流转、哦、追寻啊声音，所以呢我们才、哦、一直啊在啊六道轮回。这里面、哦、有一段啊或许是没有写下来，因为、哦、在北部都讲得很熟悉啦、啊哦、那或许在这边呢、哦、又把它呢这个从头到尾啊再背一次，以前呢也有背过了，我们可能也听了也会觉得很熟悉呀、啊。哦，说一切众生啊，从无始来，寻诸色身啊，逐念流转，成不开悟啊，性见妙常，不寻所藏，逐诸生灭，由是呢，生生杂染流转，若气生灭啊，所以真常，常光啊就现前，根尘四心啊，应时消落，想象为尘。事情为果，恶计远离，则汝华严应时清明，允何不成无上知觉？有没有听过？有哈、哦，熟不熟悉？因为这个从凡夫哈、哦、到佛哦，成佛的那个果位啊，就在这一句里面哦。一切的众生从无始以来，我们哦太久了啦。落入凡尘已经太久，无始，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无始以来，然后我们哦寻、追寻、遵循着哦我们的形象、色跟声音，哦遵循的色声啊，啊逐念一个念头啊，追逐一个念头，哦逐念啊流转，我们念头都是这样，一个接一个，哦没有停止的时候了。哦，逐念啊流转，成不开悟啊，就是不成开悟，哦，就是没有去领悟啊。性净，我们的佛性啊，本体啊，很清净，它、啊、很奥妙，哦，又常住，性净妙常，我们呢都没有领悟啊，哦，然后不寻所藏，我们不按照呢常住真心啊，逐诸生灭，追逐所有的生灭。由是啊，生生杂染流转，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哦，一直啊杂染，就是哦，不是都当人道，有时候哦到天道，有时候到三恶道，哦，所以杂染，哦，杂货店呐、啊，哎，那个杂杂染流转，哦，我们只要落去生灭，把生灭都去掉，然后守于真常。我们守住啊，常住真心，常光现前。我们那个哈、哦、常住真心的佛哦，那个佛光啊，它就会显现出来哦，常光哦就会现前。然后这个时候啊，哦想跟想，我们的念头跟形象啊，想象为尘，都是凡尘。然后事情啊，认识跟凡情都是垢，都是尘垢。然后呢？二即远离啊，两个都可以离开了，不用了。哦，这个时候啊，哎，我们呢，哦，整个啊那个华严，哦，见法见真理的眼啊，哎，都已经清明，啊，允何不成无上之觉？这一种状态哪会不成佛？绝对成佛的。哎，啊，所以哦，这一句句理啊，是从凡夫地啊，哎，然后到哦佛的果地果位啊。哎，所以哦，我们假如说哦，哎，稍微一直啊，把它呢反复的去哦，这个诵习哦背的话，哎，我们会按照这样做，哎，一追到外面的生灭啊，我们会哦马上想到说啊，气生灭，守正常。
各位前姐，我们现在在生活之中啊，哦，是气增长所生灭，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增长都不要它嘛，吼、哦，伊拢袂变啊，它袂变卖惯你，嘿，然后锁住生灭，生灭滴滴变啊，吼、哦，嘿，啊拢锁生灭，嘿，所以我们颠倒，吼、哦，我们呢要去生灭，然后锁增长，常光啊就现前，哦，常光，所以各位要了解。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啊，那个叫常光。哦，常光啊，它会显现，会显现出来。哦，啊，我们哦要做久一点的时间，让我们的般若妙智慧生花。啊，有般若妙智慧来认识真理啊，更透彻。那真理认识透彻了，又来帮助啊，哎，我们哦进入真正的修持哦那个行列。哦，这样就哦很理想。哎，所以我们不要呢，哦，寻声啊，故流转，不要呢追寻着声音，哎，就是要追寻啊，我们那个常住啊，真心，哦，都时时刻刻啊都在，哦，没有一秒钟离开的。那么路哦，即呢这个闲繁稳机啊，哦，路流往首那个路，哦，路有没有？各位有没有看到那个寻声故流转后面不是有一个路嘛？哈、哦。路极呢？哦，旋丸稳机呀、啊，哎，就是路流照现。哦，我们记得路啊，就是路流，就是回光返照。哦，路流，然后照现，照见自己的本性。然后出流，就是精神外放的叫出流。出流就眼尘跟凡尘攀岩，岩呐、啊，攀岩。哦，跟凡尘攀岩。哦，入流照现啊，出流眼尘，然后我们出流精神外放啊，我们就当众生，然后入流我们回光返照啊，哦，就当圣贤，安尼会向呗。哦，入呢，哦，即旋环稳机啊，就是我们把它旋转，哦，给顿过来，我们本来呢。哦，都是啊，这个稳那个哈、哦、生成啊，被生成哈、哦、一直啊哦左右给人控制，哦，像呢我们这个被人家这个骂了以后哦，啊我们都住在那个骂的内容，然后、哦、我们心里就很难过，这样懂意思吗？哎，那个哈、哦、叫做出流眼尘呐、啊，哎，已经跟凡尘攀岩。哎，那我们入流照现哦，所以哦，各位前写，那个永嘉大师说呢，观恶言是功德啊，那个不是在听别人说是非哦，不是在听别人讲坏话哦，那个是针对人家骂我的时候，让那个我骂，啊，我们去看他那骂的那个哦那个语言呐、啊，那个叫观恶言，那个才叫是功德啊。哎，啊，人咧，别人咧讲的迄款歹话吼，还无理的代志，你也要去查，哦，那个不可以哦，哎，那个不是功德，那个罪过，哦，所以我们一定的要了解到，那个观恶言是功德，是骂别人骂我们很厉害的时候啊，我们不要进入内容，哎，我们就看他骂，哦，啊骂以后啊，哎，感谢他替我消业，啊，是不是功德？哎，那个才是哦，哎，真感谢你给我消业，要不要感谢？要、啊。哎，啊，唔免该对立啊，对不？啊，骂的人哦，他只要说看了我们都在感谢他的，他会怎么样？就不一样的，对不对？哎，啊，就可以改变了哦，那个人际关系呀、啊，哎，就可以改善了。哎，所以我们了解那个观恶言哦。就是他跟我们对立了，在骂我们，那我们就吼、哦、欢喜心甘愿受，所以观恶言啊是功德，有没有功德啊？因为进入啊佛性本体了，哦，进入佛性本体，佛性本体里面啊，哎，敢有咧好骂？有没有？有没有骂人的、啊？没有哦，没有骂人，也没有被人骂的哦，哎，所以不要进入吼、哦、那个对立。哦，不要，嘿，我们呢在本体之中啊，没有那个事，嘿啊，所以那个时候啊，哎，你观了观这个恶眼，
就能够累积功德，又可以消掉很多业障，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旋转，旋转呢，我们能闻的闻机，不出流眼尘，要入流照性，所以这边呢，或许就有写下来说不出流眼声啊，不攀岩那个声音，但呢入流照性，回光返照，照见了我们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收摄啊我们的心啊，把心收摄回来，会吗？会不会？会不会收摄我们的心回来啊？我们呢放出去的机会多啊，还是收回来的机会多？所以我们修道了就要反过来，要呢收回来的机会要多，收摄我们的身心，身心呢都把它收摄回来，时时刻刻啊，这个神啊都守摄，守住王子啊，拢修掉掉，这样呢就不会有业，不造业就不受苦，就解脱了，所以入流呢，造性，一切时啊，一切次，自光啊，内照，就是要呢，这个不合上也不合下，叫合中，这个一切时一切次啊，都合中，跟中道合在一起，能够呢自光，智慧之光，我们那个心所发的啊，那个叫自光，智慧之光。假如说根尘相对那个心啊，那个四心啊，它是生灭变化，不要用它。我们用呢，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的那个心，那个叫智慧。我们有智慧，然后呢，让这个智慧发出光明，自光呢内照，照见了我们自己本性，这样呢就进入啊那个真理世界，在真理世界之中啊生活。那么不以所闻啊分别染见，这个呢就是讲我们听到声音以后啊，不在声音的里面去分别它是好，好就是见了，不好就是染，染见，染见知道吗？我们染的五颜六色，那个叫染，然后保持啊我们很这个清净的，保持很干净的，那个叫净，所以我们不分别好跟坏，所以染净啊就是好坏，不分别好坏，了解意思吗？所以在做耳根圆通的时候啊，重点呢就是用稳性，不是用稳啊，或者都一再讲，第一个就是听，听是耳朵的功能，第二个是闻，听到声音加入我们心意识啊，那个叫闻，我们在社会用就是用这个啦，闻，加入我们心意识产生很多念头，那个不要，那个闻啊不要，用第三个闻性，闻性啊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呢我们啊，不分别它好，不分别它坏，只要你能够听到，那个就是佛性啊，容不容易？容不容易？好像感觉又很困难。一旦听到声就是啥啦？就是咱佛性啦，啊，卖去知影迄个声的内容就好啦。你知影声的内容哦，迄个假倒转来第二个闻，闻啊，就是变作有好有歹，有咧骂，有咧搞我头骂啊无？就已经进入那一种互相对待的，那我们那个用那个稳性啊，不管这一些啊，只要你佛性听到了，听到了就好，能够听到就是佛性，跟我们讲那个满眼本灰色，闻书常触目是一样的意思啦，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都了了分明，那个就是啊闻书的般若妙智慧。凡心所在，咱的真心那伫倒位，迄个所在，咱就看得清清楚楚，那个就是眼根啦。啊，因为眼根容易被形象左右，容易被形象诱惑，我们容易住相，所以我们用耳根，耳根比较圆融，
上次哦，我觉得都感觉很奇怪哦，来这边上课已经哦八个多月哈，从来都没下雨。啊，上个礼拜哦，不是天气很热吗？我们又把那个窗户全部都关起来哦，都全部关起来开冷气啊，然后外面竟然哦滂沱大雨，乒乒乓乓，让我们都能够听到。刚好我们在讲耳根连通啊，不是帮助我们又眼又通了吗？有没有？哦，这个我们要感谢哦，诸天仙佛真的在护持啊。无遐久啊，哦，来遐久啊，拢唔捌落雨啊，啊嘛唔捌落啊大声，哦，无一关关念落较细，拢无听呀。嘿，我们这边念的都吼，哎，不容易听到声响，所以吼，哦，要修这个耳根吼，哦，不容易啊。哦，外眼呐，啊，这个叫外眼不足，要注意听小鸟，小鸟在叫，可是哦，要很近的时候才听得到。可是哦，各位回去啊，一定不是像这个环境的，哦，一定声响会比较多，哦啊，借着哦声响，或者说哦，假如说在基隆更哦更好修了，为什么？时时刻刻在下雨。所以时时刻刻吼都圆通，啊，我们这边吼可以利用吼，哦，那个邻居啊有装那个吼冷气呀，他开冷气，哎，我们这边晚上啊睡觉有没有开冷气机啊？有，我开电风扇也可以啦，一样有声音啦吼，哎，啊，你就听那个哦电风扇的声音、冷气的声音，只要有声响，你都可以用，哦，就可以用跟连通。把那个吼活性啊引到外面来，哦啊，等到它熟悉了以后，让它更宽广，它更宽广以后，整个哦这个虚空都叫真空了，真空妙有都是活性的，哦不是完空的。那我们哦一般众生啊没有启发，哦这整个空间都是完空，空中什么都没有，那我们修了以后啊，空中是什么都有，哦有活性在。有水有风土在，这个空中啊有水有风土的，各位有看到没有？有没有？真的啊，那么厉害啊，可以看到空中有水有风土啊！我们哦用冷气机啊，哈，或是除湿机，可以把那个空中的水啊集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对不对？哦。那火哎，就是热，好，哦，热热的那个就是火。然后呢，风，啊，风很简单，我们只要一手不动，一手动哦就有了。啊，那个土啊，土要等到哦那个太阳从那边照进来，我们可以看到哦那个阳光之中啊有灰尘，灰尘就是哦土散开的。所以这个空间里面啊有水有风土，啊，所以哦佛经就讲色空不二。色啊，就是水有风土的，啊，空就是这个空间呐，啊。啊，色跟空哦，它不二，就不二就是一呀，啊，就是合在一起，有没有合在一起？所以色空不二合在一起，我们要了解这个真理。我们身体也是啊，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的。那外面的所有形象哦，一样也是水有风土啦，哦啊，所以六祖被那个智测。不是砍三次脖子吗？他没有死掉，那个就是在修哦。我这个所有风土跟外面的所有风土啊是一样的，啊，所以哦物跟物啊，不会妨碍。好像我们水要把它倒进去水里面，变成什么？还是水啊，合在一起，它飘得出来吗？啊，火已经在焚烧的时候，我们又把火哦。一投进去啊，变成什么？有是火哦，火投进火还是火？所以哈，哦，六祖就是在念哈，所有风土，身体的所有风土，外面的所有风土，它是一体的，是一体的就不会有妨碍了。那所以哈，沾过去哈，无登去啦。所以哈，六祖也不会标榜哦，说他有神通，不会了哦，因为在真理世界里面啊。这个神通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只要我们都修正了以后，大家都可以有。我们上上个礼拜不是也做神通吗？
回去家里两次啊，有没有？一次回到厨房去，一次回到我们那个睡觉的房间去啊，有没有？有没有通啊？哎，很通哈、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哈、哦，那个神通啊，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不追求了，追求神通哈、哦，它会消失。那我们追求真理哦，证悟啊，自己呀、啊、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一证悟以后啊，哦那个啊神通就可以啊，哦就花用就可以用，哦不只有我们这个太阳系呀、啊，哦超出外太空，我们都还可以哦这个自由自在的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哦很不可思议的啦，嘿，所以我们先把那个哈、哦、功夫啊做好，哦。但你能闻啊，哦，讨个消息，就是呢，不以所闻啊分别来见，这个所闻的哈、哦、好坏都不要管它，那个能闻啊，那个能闻的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啊，我们能闻，这样了解意思吗？虽然有能熟哈、哦，可是各位前姐，我们在开始啊修的时候要用，哦，没有用的话就进不去啊。那我们先要求进入啊，哦，我们能够哦了解我们整个哦佛性的哦那个整个轮廓，然后呢整个佛性的状态啊，哎都很熟悉，哦这个时候啊要用能手，哎啊等到完全很熟悉以后啊，它自然就融成一体，能手啊哎就合在一起，就没有哦能手的。哎，好像呢，我们这个学习呀、啊，哦，一个新的哦那个事物啊，学习的时候啊，一定要很专注，然后呢，有那个分别，哦，学习开始的时候啊，一定是有分别，然后呢，到很熟悉了以后啊，分别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哎，像那个小孩子吃饭啊，哦，他刚开始学的时候啊，他一定哦吃一半呢、啊，这个。爬在嘴巴里面，一半爬在嘴巴外面，哦，那个很自然的现象都这样，不可能说一下子哦，他就很会吃饭，哎，那个都有能手，哎啊，等到他哦慢慢长大，慢慢熟悉了，哎，他自然就会哦，哎，吃得很干净，所以哦要跟小孩子说，哎，你碗底爱嚼清洁哦，那个哦要跟他怎么讲，要有诱因呐、啊，诱惑的原因。你甲伊讲吼，你若查甫诶，讲你食无清气哦，啊，你若出来某诶尿尿，真歹看。啊，若阵查某诶吼，你甲伊讲，后日啊，你若嫁翁吼，你若食无清气，恁翁同款吼，规个面吼尿尿，他就会吃得很干净。这个叫方法，哦，这个顺道体的啦。这个入流哦，即是和觉，哎，入流哦，照现啊，那个就是哈、哦、和觉，跟我们的哈、哦、那个觉性啊，不生不灭的哈、哦、那个佛性啊，已经呢合在一起，哦啊，已经把哦凡尘啊放到背后，哦，把凡尘的事啊都已经放到背后，所以哈、哦、入流哦就是呢和觉，那么往首呢哦即是背尘。哦，往手把那个哈、哦、啊手啊能手哎都让它消失掉，就是不要去分别声音的内容。哦，分别声音的内容啊，我们心啊已经就哦偏了。各位有做过耳根圆通吗？有没有做过？有啊，啊正不正确啊？听到声音都在分别。啊，这台车较旧啊，办公啊车，啊，这台较新，秀秀叫，那不可以哦，哦，已经在声音里面啊分别了，哦，所以那个做耳根圆通的时候啊，不以所闻啊分别来见，哦，就是不在所闻啊分别它的好坏，哦，不进去啊那个声音的内容，哦，那个声尘啊，哦，就是不进去。哦，所以王手啊，就是哦背尘，把凡尘哦放到背后，把良知良能呢哦这个呈现啊在眼前，哦所以呢哦入流王手啊就已经哦蛮理想，哦就是把我们
哦，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呢、啊，良知良能呢，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哦，整个呢呈现了、啊、在眼前，哦，即是啊正确的哦修道轨道，哦，很正确的，哎，我们要这样修。入流哦是修正圆通总觉啊，哎，就是呢我们要哦入流，就是要照见、啊、我们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哦、一直到成佛都要做的功夫啊、哦、我们从凡夫地啊、哦、一直到修到佛都要做入流、哦、就是要照见、啊、我们本性。那么王所呢、哦、是得到呢初步的效验、哦、那个初步的效验、啊哦、已经呈现，但以呢这个六劫之中啊、哦、先劫生成啊是动劫、哦、刚才呢我们有先、哦、提过了哦，六个角，咱拍六个角，伫翻顶哦，这六个角爱甲头乌开。啊，即卖呢，第一个哦，先解开呀、啊，哦那个洞，哦洞结，哦生成的洞结啊，先把它解开。有声为洞啊，哦那个啊声音有了就叫洞。那么此之呢，哦王所并非呢，哦那个生成啊消灭，为呢哦定功得力。哦、不是说把声音消灭，声音都还在，可是呢我们、哦、那个电功已经有了、哦、已经知道、啊哦、那个生成、啊、是因缘际会才有、哦、它都会变化的、哦、所以不在声音的内容、啊、去分别。那么电功得力、啊哦、电能发挥而得离尘功夫、啊、已经、哦、可以离尘，所以、哦、各位听那个哦，张卓那个悟道记啊，不是有哦离身离境吗？哦，离尘离相，有没有？哦，里面呢都有教我们做了，哦，说我们可以啊，哦那个佛性啊，可以离开身体，可以离开六根，哦，可以呢，哦独立存在，哎，都有把它呢这个讲出来，哎，对我们哦这个帮助啊很大。已经可以离尘离开了生尘，则生尘不起往而自往，我们不期待它消失，可是它自然就会消失了，所以我们这个直接就是按照这样做，就是听到声音能够听到了就可以，是初步的功夫而得相应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哦、已经呢跟佛性、啊、相应、哦、可以、啊、把那个生成、啊哦、那个洞、哦、都已经呢不在意了。那么之前、哦、这个释迦牟尼佛有讲说生于稳中、啊、自有生灭、哦、声音、啊、在我们稳性之中、哦、它声音、啊、有生、哦、声音呢有灭、哦、声音有它自己的生灭，哦，灰为啊稳性啊有生有灭，不是哈、哦、我们的稳性哈、哦、有生有灭，稳性哈、哦、都不动的啦，稳性哈、哦、没有生也没有灭，哎它都在。然后我们一般的习惯，听到声音哈、哦、都会说有有有，听到没有声音哈、哦、说没有没有，哎那个就哈、哦、我们的习惯性，哦假如说哈、哦、这个声音没有的时候啊。哦，没有听到，那谁知道没有声音？还是我们佛性知道啊？哎，所以我们哦，平常在用啊，有听到无？静悄悄的时阵，无无无，有听到无？无无无，不是这样吗？对不对？哎，啊无，那像无是像听到的。哦，无无无，那无吼、哦、听到无的呀、啊。嘿嘛是咱佛性啦、啊，所以你看、哦、那个声尘呐、啊，声音、哦、它有声有声，它有没有声音静悄悄，啊，不管它有声还是无声，咱的闻性吼拢听到，有声嘛听到，无声嘛听到，对不对？嘿，全部呢都吼、哦、了了分明啦，嘿，所以我们吼、哦、没有啊认识啊，我们了了分明的真心佛性，哦啊，现在呢研究了就知道，哦这个。啊，稳性呢没有生灭，哦，声音呢、啊、有生灭，但呢以啊专切啊反闻，哦，就是我们要呢专心，
哦，要呢坐在啊，哦，这个呢有空闲的时候啊，哎，都该坐，然后来听，哦，声音就好，听到声音哦，哎，就是佛性啦。哎，啊，声音呢在这边，佛性在这边，声音在那边哦，佛性在那边。啊，有时候周遭全部都有声音，哦，就佛性都远了，哦，又隔着墙壁又可以听到，通了。又圆又通了，哦，我们呢就是修，哦，要修正啊，圆通，回光返照，哦，心光的内住啊，就是要回光返照，哦，把注意力啊收回来，我们的心光，哦，就呢注意我们的佛性，注意呢那个寥寥分明的知觉性，哦，它没有形象啊，可是可以体会，哦，可以体会啊它的存在。哦，寥寥分明的知觉性，所有的动尘啊，哦，一一啊皆亡，哦，所有动尘呢，都消失了，哦，不是没有声音了，而是我们不被声音呐左右，不被声音哦支配，所以哦啊，我们了解说一一啊，哦，动尘哦皆亡，那么稳性啊不灭，我们的那个稳性哦，它都在。然动尘以灭啊，净尘啊，哦，光现，哦，动尘啊，哦，消灭了以后啊，那个净尘啊，才呈现，哦，这个在解开六劫的时候啊，是属于第二个劫，哦，那么开始下来哈，哦，中路啊，哦，维稳，哦，净尘啊之净，就是哦，听那个静悄悄的，哦，听到静悄悄呢，也是佛性呐，啊。哦啊，我们呢，哦，就呢，哦，做一段时间，让呢我们有哦那个过程，哦，有时间，哦，把它做，听那个静悄悄，哦，知道呢，哦，是佛性在听，这样呢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呢在进步，哦，那么当知呢静尘啊，亦是劫，哦，也是劫，第二个劫，哦，意义呀，啊，解除。也要呢把它打开，哦，解开，那么乃就呢，哦，不思啊思修二会，哦，就是呢一样用呢，哦，那个思修，所以稳思修呢，哦，三个都是要智慧，智慧，哦，稳思修，然后我们不舍掉呢思修，那么不言，哦，所闻的见尘参就啊，能闻见尘者是谁，哦，就是呢我们呢，啊，不以所言呐，啊，哦，去啊了解说，哦，这个是净，哦，我们要参究啊，能闻净尘，能够听到静悄悄的，哦，那个是谁，哦，那个就是佛性呐，啊。那么净尘，哦，是净，哦，闻性啊是心，若闻呢净尘呐，哦，还是出流，哦，一直啊听，哦，一样还是出流，那么还闻呐，啊，能闻是谁，哦，就是反过来，哦，能够听到静悄悄的，哦，那个是谁，哦，方式啊弦闻啊与声偷旋转啊，我们那个闻，哦，机跟声音啊偷离，哎，所以这个时候就解开，哦，那个第二个，哦，第二个结，所以弦流啊后无望，我们把那个闻机，哦，旋转了以后就得到，啊，真的，哦，就得到啊，哦，没有妄，哦，所以这个很理想。那么接着下来呢，这个观世音菩萨说：“所入啊，寂寂动静二相呢，了然不生。”哦，那个所，就是能所，哦，那个所入呢，就是入流，啊，所，哦，跟入啊，它已经呢寂了。就是已经我们超越了，哦，它已经呢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的，所以各位前辈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哦，多用一点时间，哦，那个呢动跟静，啊，哦，多用一点时间，哦，去体会，哦，体会啊所有的动一年际会才呈现，所有的静一样，哦，啊，这个动静两个我们呢用一点时间体会以后才能超越，才解开，哦，这两个结，哦，动静两个结很根本呐，啊。只要这两个结一解开，我们对凡尘的贪念，哦，就会消失了，哦，因为我们都被这两个，哦，诱惑，
啊，诱惑了以后啊，我们不知不觉就投入了。啊，投入以后染得五颜六色，就六道轮回。那我们现在哦，对这两个哦稍微用一点心，就是动跟静啊，两个哦全部都透彻的知道它的哦那个状态，知道啊透彻状态以后啊，我们就可以超越。那超越、啊、就叫解开了、啊，哦已经解开啊，动跟静啊两个解，哦啊这两个者一解开以后啊，哦那往后的功夫啊就很哦很好做。所以、哦、我们就是了解、哦、熟路啊，即极了、哦、已经到达那个极、啊、就是极美，就是如如不动、哦、那底下动静二相、啊、了然不生，了然呢就是透彻知道了，可是、哦、不会在心中产生、哦、动静两个相、啊、我们在心中都知道，知道、哦、它动，知道它静，可是不会啊影响到我们的决策，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哦、所以呢了然不生。上面呢、哦、王熟是解动觉，那么此三句啊乃解那个静觉、哦、就是第二个呢静觉动向呢不够、哦、病言而已、哦、就是呢病情、哦、把它一起说出来、哦、熟即王熟入极、哦、乃就入流、哦、这个王熟、啊、没有能熟，为所有的动尘、啊、虽亡，乃是呢还稳、啊、入流、哦、不舍本修、就是呢不要舍掉我们的根本、我们一样呢、哦、从稳思修呢、哦、三会下手，那么不住啊、哦、静静、那个很静的那个环境、哦、我们不住，这个已经、哦有功效呈现了，我们都会有一种守得心啦，会真欢喜。啊吼、哦，欢喜什么都好了吼、哦，哎，啊无那直直欢喜都未进步啊，吼、哦、啊，所以呢，不要住呢在静的那个静里面，此静静呢，吼、哦，即是五音之中的色音呐、啊、区域，吼、哦、这个静吼、哦、的环境啊。就是咱五音哦，色受想行识啊，哦，这个五音之中啊，那个色音的区域，就时以哦，那个色音呐、啊、管辖。如明目人呢，处大暗室啊，哦，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说，好像我们呢，哦，明目人哦，有眼睛的人呐、啊，处在哦大暗室，虽然有眼睛哦，在大暗室一样。伸手吼、哦，不见五指啊！哦，春秋呢，拢无看到吼、哦、啊，五气真头啊。那么寂极之极呀、啊，哦，非是呢静静之极，乃是呢动静二尘啊，到此吼、哦、聚集之见，就是吼、哦、那个动跟静啊，已经呢哦全部啊都进入啊，如如不动。是我们的心修到那个程度了，不是外面的动静哦呈现那个现象，不是啦，外面还是照外面的哦那个景象呈现的，只是我们的心哦已经进入了、啊、如如不动了。那么所入寂极呀、啊，哦乃这个动结与静结呀、啊，全部都解开，哦就已经呢解开了。那么生成啊，前米哦生成。我们呢，这个六尘啊，哦，色、声、香、味、触、法，哦，那个第二个，那个生尘，那生尘啊，就泯灭了。这个生尘的泯灭哦，是在我们哦那个知觉，我们的修持过程之中啊，并不是说真的外面声音都没有。假如说声音都没有的话，哦，啊，臭鱼人的都真好修啊。他都没有听到、哦哦、所以我们了解、哦、那个生成全明就是我们心中、啊、已经可以、哦、所有声响、哦、不受他影响都可以、哦、如如不动，所以、哦、这个、哦、很不容易啦，我们都很容易受到惊吓、哦、一稍微有一点、哦、那个声音、啊、尤其那个、哦、小 baby 婴儿、啊哦、一有声响一定不会丢下来，有没有那个就是、哦、我们受到声响的影响。那假如说、哦、我们已经、哦、比如说已经、哦、有那个经过心识训练，
经过、哦、那个近视训练以后、啊哦、大部分呢都有、哦、一些那个、哦、实弹射击，像以前或许那个时候当兵啊、哦、我们在那个、哦、铁丝网的底下、哦、背着背包，然后、哦、带着枪，还有那个小支的、哦、那个圆锹十字镐，然后一直爬，我们的上面、哦、就是那个、哦、机枪、哦、实弹、哦、实在的子弹、哦，你屁股翘高一点会打到、哦，哎，啊，实际的子弹哒哒哒哒哒哒这样打哦。所以哈、哦，我们就是了解到，你有经过那一些现象，真正的你到达那个实际的战场，真正的哈、哦、炮弹啊、子弹啊一直在响，你也不会很害怕，也是很笃定，该怎么做哈、哦？哎，已经按照自己的哦那个需要做的那个动作去做。那个呢就是我们已经、哦、对这个外面的、哦、这一些环境、啊、已经知道了解，那我们、哦、假如说没有、哦、经过那一种、哦、实际的那一种演练、啊哎、那个、哦、真的转趴在那里就不动了，做什么怕死啊，吓死了。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哈，在那一种哈最哦那个危急的状态之下，哎，你有经过那一种训练，心就很笃定。那我们这边的哈，等于是啊，有经过我们修持啊，虽然哦声响都有声音，可是你不会被它影响，哦，它不会影响到你。好像我们哦念那个毛笔字啊，那个念毛笔字是在学定力啊。哦，要我们啊真的有定力啊，所以你在念的时候啊，周遭发生什么事情啊，你都不能分心啊，你分心了哦，表示你没有专心，没有哦努力在念，然后哦哦有一个外人啊来拿你的毛笔把你戳起来啊，你去给揪起哦还不行啊，为什么？你没有真正的在念，你要人揪你袂叮当啊，边在冲啥你唔知，人在讲啥你嘛唔知，这样才可以啦，定力才训练出来。各位有没有念毛笔字啊？有啊，啊有没有念到这个状态？那还要努力啊。啊，因为或许哦，这个小学没有毕业，哦，这个练得不能看。所以哦，我们了解说，哦，有经过的，我们有修持有经过的。哦，然后了解说，哦，那个生成前敏的状态，哦，虽然有声响，可是我已经都不影响了，不受它影响，哦，所以那个、啊、就已经哦很理想的状态，两个结打开，哦，故曰呢动静二相啊，哦了然不生，哦不生呢即了不可得啊，哎，我们就是了解哦那个动静二相啊，哦都了不可得。那么到此功夫啊，哦，色音啊破音，哎，就是哦那个色，我们那个五音的哈、哦、那个色音啊，都已经破了，哦，也是蛮理想。我们呢这个不容易啊，在凡尘哈、哦、很注重身体，所以色音要破呢很不容易。那么如是哈、哦、见真闻所闻尽啊，哦，就是呢到这一种色音破的那个状态很理想。可是呢我们不要、哦、住在、哦、这个很理想的状态之中、哦、所以呢还要努力，如是要渐增，渐渐的、哦、又往上呢、哦、增加来修持闻、哦、这个就是能闻所闻尽，能闻跟所闻啊尽，那么这个呢就是解、哦、我们的根，第三个、哦、那个根的解、哦、第三根、哦，各位都还了解吗？那个六个觉啊，第一个灭，第二个空，第三个呢觉，第四个根，第五个净，第六个动。那我们要修呢，就要反过来哦，先解开动，然后净，然后根，然后觉，然后空，最后灭。哦，反过来修，哎，修的时候反过来，所以落入凡尘的时候啊，是一念无明啊，生三系哦，从呢。哦，那个啊，极灭哦，变成了生灭，哦，从那里开始，然后我们到最后，哦，就是动，哎，啊，我们要修回去呀、啊，
先把那个动去掉。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一念无明才落入凡尘，所以呢，我们要回到佛的本位啊，就是不要有念头，都不要有念头了，我们才可以回去啊。所以我们都这个众生都是没事找事啊，没有念头不是很好嘛，对不对？我们都找念头来念，有没有？有没有找念头来念？不要生出念头啊！容不容易？要看我们有没有心啊，有心的话不生出念头就很容易。那个不知不觉啊，他念头就会冒出来。冒出来以后，会一个接一个，就一直啊攀缘，逐念，追逐那个念头。纸上呢还文啊离尘，思修二慧啊，尘中呢二劫啊已经解，凡尘那个动静啊两个劫已经解开了，所以那个凡尘已经呢完成了，尘没有了，那么底下接下来就是根了，我们的六根，那根结啊失现，动静那两个凡尘的已经消失了以后啊，那个根呢才会呈现。那么此根呢，乃即闻已耳，觉智啊为根之根，亦复是觉，所以这边的根那个六根啊，这个根的觉啊，它是呢我们身体上的那个呢六根，所以那个觉智就是不是在讲那个佛性本体的，因为佛性本体啊它没有形象啊，这边它是有。然后呢有我们那个闻啊不是闻性，是闻闻呢就是呢会积聚啊很多声音，然后在耳朵，然后呢产生辨别加入我们心意识，然后呢落入行为，这个呢就是在讲我们在日常用的那个节制为根，就是很多因缘在一起啊呈现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解也要解除的解除掉来就呢如是啊本修之法渐次啊增进，一样呢要还稳自性啊，一样照见我们本性把那个根啊就全部呢这个了解，让它不当家就可以。那么加工呢用行定力呢转身所闻呢，动静二尘即已了然不生，能闻之根呐、啊，亦随所闻已寂尽呐。这个能闻的根跟所闻呐、啊，都已经尽了。尘寂不言，我们根不跟凡尘攀缘，根呢就没有对象。根无所我。根已经没有对象。这个就。很理想的跟没有对象，因为有对象呢就会聊天了。跟有对象啊就会聊天了。好像我们找到好朋友就会聊天一样。没有对象了该几年啊该几年你都点点嘛点嘛嘴。会吗该几年点点点嘛嘴。没有对象的就不会聊天。那么到此呢则根结已结那个根的结啊解开，无有能受啊所受所以这个很重要啦，因为我们在凡尘啊把所有的景象跟所有的事情啊都把它看成是固定，那我们遇到的以后啊我们遇到现象遇到事情啊我们就有那个实际的那个接受受，我们那个五蕴的第二个受，所以在真理之中啊或许都一直讲，只要我们一切不受，凡尘的所有一切啊都不受，那一切都不受那就无业，不会有业。可是我们竟然都一切都受。各位浅浅受不受？
哎，我们不知不觉哈、哦、都接受了，哎啊，又把它当成哦固定化，哦事情也固定化，现象也固定化，哦，然后呢加入我们的利害关系，然后就去做，哎，就是因为这样哦才造业，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哦这个凡尘的事啊，是我们没有哦研究真理，然后哦自作自受，自己哦造了很多业呢，哦即哦自己呀、啊、来接受那个果报，啊所以哦能闻跟所闻没有了以后，哦成的没有哦那个缘，哦那个受啊也就没有接受哦，各位姐姐，这个哦。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凡尘的一切哈，我们是事来则应，事去则见，事情到了我们就去应对，事情过了就抛开，这样会吗？我们要这个从佛性本体来应对凡尘事，事来则应，该怎么做我就去做，做了以后就抛开，哦，都没有加入我个人的哦意念企图都没有，这样哦不会造业。可是假如说我们哦接受到外面的环境，哦事情形象，然后我们哦又把我们自己本身的利害关系加进去，又把自己的意念加进去，哦那保证是造业，一定造业。啊，所以我们哦要记得四个字。一切不受，会不会一切都不受哦？凡尘的凡尘哦，我都不会有凡尘污染，我一切都不受，这个叫做一心正受，这个一心就是真心啦，一心哦正受，正受我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的。那我们哦一接受哦凡尘的假象啊，都是哦造业受苦。还有了解意思不？哦，这边是没有写下来啊。可是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受因啊已经破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已经哦不接受凡尘的哦那个污染，凡尘的污染啊，我们全部都不接受。凡尘的污染知道吗？哎，就是那个凡尘是哦不好的啦，哎那个全部都不要，哦我不去接受。哦，所以呢，受因啊破，那受因破哦，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从受了以后，哦，接受以后会产生想，对不对？想了以后会产生行，对不对？行了以后啊，会产生识，认识啊，哎，就是回忆。啊，我们哦已经哦，这个接受了以后，哎，有想有行有回忆啊，那个业都形成了啊。那一切都不受，一切不受，没有想，那没有行为，也没有回忆，是不是已经解脱了？对不对？哎，听不懂没关系啊。或许今天导师哦，哎，有请那个哦，我们北部的前贤啊，把上个礼拜的哈、哦、那个 DVD 啊跟 CD，DVD 一片 ，CD 两片，三片哦合成。一个单位，或者说哦，把它放在桌子上，大家一桌上都有的。可是可能时间来不及啊，各位有拿到了没？还没有。哎，大家记得拿。为什么？这个就是要一直听啊，反复听哦，一定会熟。你熟悉了哦，三河大地就是我们真心。哦，你不听了以后，三河大地跟我无关系。哦，差别很大的。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这个真理啊要欣喜哦，才会了解。了解以后啊，我们进入啊真理世界不一样的哦，绝对不一样。所以到受因破的时候啊，哎，我们就没有哦那个六道轮回的种子。啊，既然种子都没有，我们怎么会六道轮回？哦，所以重点就是在我们受完成呢，假象都受。哦，事情也受，什么都接受，结果哦，就想就行就是，哎，形成了，哦，五蕴啊，已经蕴积有了，有那个生在凡尘的因了，那一定要生在凡尘。
哦，那我们全部不运，不运没有哦，没有哦，没有力道推到哦这个凡尘来现象，哦，我们化验来是另外一个角度了，哦，不同的。那么根尘呐、啊，既消哦，我们的根呐、啊，根尘哦已经消除了，是啊，哦无从生。哎、hey, ，我们六根跟六尘已经消除了，那个六识啊，要生都生不出来啊。哎、hey, ，那个生灭心哦，都无去啊。哦，是呢，无从生，则想因啊，一破矣。哦，那个想啊，哎、hey, ，就没有了。所以那个受是最重要。哦，想行识啊，那个是连带下来的。那么尘王根尽啊，四明哦，三结啊，已经解开。则尘既呢不复花，见呐、啊、哦不复老，哎那个尘哦就不会嘞哦在我们心中生花，然后呢我们那个哦邪见呐、啊、就不会哈、哦、老老碌碌，哦尽闻不住啊觉所觉空，哦尽闻已经呢那个哈、哦、已经三个觉解打开了，哦尽闻他不要住在哈、哦、那一种景象。那已经都是蛮哦殊胜的景象，哦，然后第四个觉呀、啊，哦，那个能觉跟守觉呀、啊，空，第四个感哦已经出来呀、啊，哦，这个呢就是要解开我们那个觉，哎，就是要那个哈、哦、合中的啦，哦，那个时时刻刻啊要合中，哦，那个觉要解开。尽闻是以能哦，是能闻以手闻呐、啊，哦，俱尽呐，根尘哦，酸明之境，根尘呢都已经哦泯灭了，哦，六用啊不行，哎，六用哦就是我们六根呐、啊，六根哦已经呢它不会哦自己呀、啊、哦当家的，不会花耗失恋，那么唯余啊一觉，哎，剩下来呢就是我们那个觉哦，能觉跟守觉。那么若住啊此境啊，哦，但得我空，哦，未得啊法空，只有哦，哎，先把我空掉，法还没有。那么不住则哦，乃复呢加功用行，哎，就是哦，不要住在那个哦成就的那个哦境界里面。尽观呢，哦，稳性，尽闻之后呢，哦，根尘呐，哦，窘脱。根尘啊都脱离了，哦，脱离呢啊，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呢脱离根尘啊很不容易啊，哎啊能够哦脱根脱尘的佛性呢，哎整个活泼都呈现了。那么湛依无边之境啊现前，哦那个湛依无边就是咱的哦那个佛性的状态，哦那个呢哦非常理想的无边哦，哎那个。湛蓝哦，足空快，那个佛性的诶，整个吼、哦，那个功能啊，拢呈现出来，好难看哦。故言觉哦，就是只有一个觉可以吼、哦、来形容。那么即照此境之智啊，这个觉哦，就是有法度看到这个境的地位哦，见到这个境的智慧啊，诶，那个就是觉。那么所觉啊，就是呢，湛依之境。哦，那个湛依之境呢，都是所觉。那么静闻若住啊，哦，则静智啊恒对。哦，那个静跟智啊，它相对。哦，能守呢乃纯，中为呢，哦，那个圣洁，哦，那个障碍，哦，圣静啊之障，哎，就是哦也会哦障碍我们。那么所言的空呢？哦，即能觉之智啊，以守觉之境。哦，我们能够觉的智慧啊，跟守觉的那个景象，哦，二即啊空即。哎，所以这个哦，又是蛮这个细的哦，细腻的哦，那个里面的修持方法。哦，我们有哦那个能觉之智啊，哎，大部分呢是从哦我们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哦可以从。第六意识啊，转成妙观察智，那有那个哈、哦、妙观察智啊，那个能解之智啊，就很容易呈现。哦啊，有这个能解之智啊，哦跟呢那个守觉之境啊，就很容易啊，整个都呈现。那整个呈现以后啊，哎我们要哦再进修啊，哎就会哈、哦、很容易啊，哎所以这个呢都需要。
实际的哦修持哦，不是呢这个光听就可以，听呢哦不做呢，往后还是一样进不去呀、啊，进不去哦，听不懂。好、哦，我们进去了以后啊，再来听哦，哎，底下讲的会听得懂。那假如说我们进不去啊，再听就听不懂。哦，所以一定要做。那么闽南哦，无互对待，哎，就是哦，那个能觉之智啊，跟所觉之见哦，智跟见啊，已经哦没有对待，已经变成一体了。觉、哦、是自分，乃实以般若、哦、若吝惜、啊、此智、哦、那个觉、啊、就是我们的自分，就算了是实以般若方面的、哦、那个事、哦、佛性本体发挥的。那假如说我们吝惜、哦、此智、啊、不肯放舍，即是呢微细的法执、啊哎、就是、哦、那个法执、啊、很微细、哎、所以也要把这个、哦哎，智啊，哎，放舍，哦，智跟见啊合在一起以后，又把它放舍，放舍以后呢，哦，又可以进入啊，哦，那个湛于无边，哎，那一种哦，哦，我们那个佛性的那一种本体呈现的状态。那么义父呢是解，哦，义当呢解除。那么底下呢就用哦那个圆觉经呢、啊、一段哦，那个释迦牟尼佛讲的哦来呢。啊，这个把这一段修持、哦、我们就是做一个整理，幻尘昧故啊，哦，幻心的意昧，那个幻尘哦，就是景象，哦，先把那个景象，哦，就是有声音的动跟没有声音的静啊，那个叫幻尘，啊，我们先把幻尘哦，哦，把它昧掉，那幻尘昧掉以后呢，接着下来啊，哎，就是那个幻心。幻心呢，就是根呐、啊，哎，就是我们哈、哦、那个六根哦，幻心的意昧。那么幻心昧故啊，幻智啊意昧哦，这个幻智啊，就是已经呢第四个觉哦，那个哈、哦、第四个感哦，那个觉幻智呢就是觉。那幻智昧个哦昧故啊，幻昧意昧，这个幻昧哦就是第五个感空哦，那个空。那么幻灭灭故啊，非幻不灭，哦，这个呢，非幻不灭啊，都已经呢，就是即灭现前了、啊，那个已经成就了，哦啊，那个幻灭灭了哦，就是已经第六个结啊打开，哦，比闻呢，前同此之解决功夫啊，哎，就是哦，那个耳根圆通跟那个圆觉经呢，哦，它全部的意思啊，哦，都是相同的，一样呢，哦，汇合。那么幻尘哦，即动静两个觉；幻心呢，即是根觉；幻智啊，哦，即是觉觉；幻昧啊，就是呢那个空昧两个觉。那么非幻呢，就是湛然常寂呀、啊，佛性本体。哎，所以那个最后啊，非幻不昧，哦，那个哦，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不会昧了，哦，那个湛然常寂呀、啊，哦，那个佛性本体。那么觉、哦、那个觉已经呢解开啊，即妄、哦、不相续，所以我们了解说时时刻刻啊，就是要、哦、这个合中啊，这个合下、哦、就是跟财产合在一起，合上呢就是跟道合在一起，合中呢就是跟佛性呢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这边发明的、哦、要用啊，我们能够发明出来、哦、就要会用、哦、要合中。哎，那个已经哦妄不相续了，妄没有，哦妄呢就是不觉，哦不觉已经没有了，哦空觉局也呐、啊，哦空所空灭，哦那么这个呢来解开空觉，空呢即所觉，哦这个空觉所觉空之空，哎这个哈、哦、能觉跟所觉呀、啊、那个空，哦觉即呀、啊。能觉哦，之以所觉，那么犹有呢？此空啊，空比啊，能所二觉，哦，把那个能觉所觉啊，都把它空掉，哦，然空呢亦是觉，哦，能够空掉能觉所觉，但是空的本身啊也是觉，哦，也要解除掉，以能空所空呢，二即完在。哦、有能所呢，毕竟呢还很微细啊，所以全部啊两个也把它去掉，
空性啊，哦，未圆，我们要空性圆明啊，就是什么都没有，哦，那个才可以圆明。哦，还要呢啊，日流造性，哦，加工呢用心，参就呢，哦，空和所依啊，这个空呢啊，它是依赖什么？哦，就而极之啊，研究呢到达极点，哦，以求圆满的空性啊，我们追求哦圆满的空性。那么能空之空灭啊，守空之自净啊，哦异灭，所以哦那个能守到这边啊，哦全部都已经哦解除了，哦好像呢以木啊来转佛，佛出呢木烧二俱啊灭。哦，以前呢没有打火机啊，都是要哦来哦钻木取火，哦，滴滴炼滴滴炼，炼刚好一出烟，它烟会的造出来，它会造出来哦，一茶都烧，哦，啊，即嘛滴滴烧烧烧哦，烧到迄茶拢烧过啊，哦，它得必恢复啊，所以佛出啊木烧，哦，然后佛也消失了，木也消失了，哦，二俱灭，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了解哈，这个到达这一种状态哈，这个已经呢到达成就的时候了。那到成就的时候，我有做一个比喻啊，他说哈，好像我们人呐，哦，这个自断其手，就是哈，家己手牙牙得啊哈，啊家己的头壳长登去呀，哦，那这个手啊，就是能断，能断之人呐，啊，这个能断。啊，这条头吼，哦，都，就是手段。啊，你用能断的人来长迄个手段的头，啊，这条头落去，这个能有消失无？有没有？没有啊，伊还佫要活嘞啊！这条头断去啊，这手还咧活嘞啊！是啊，是啊。这个佛在讲吼，哦，要灭掉能手啊，都，就是安尼灭啦。哦，这能对不？你也当牙刀来斩头，这不是能啊？这条去好斩嘛吼，这手嘛。啊，即嘛吼，这个能斩的手甲斩落去，这个头落落去，这个手吼，哦，是不是完了死去啊？啊，能的死去啊，手嘛死去啊，对吧？啊，你能手拢消失啊啦，知道吗？我们就是要有这个勇气啊！吼，哦，好，我登去，能手拢无去啊！哦，成就了。那我们在凡尘哦，只要啊哦有一点点那个犹豫的心啊，或者不是说嘛，那要来外靠哦，出头前扫头卡，啊你哦要防恶露，那就有能手了，哦，啊你若想讲家的我咧躲，我家己扫清气无安尼躲得较轻松，那就没有能手了，差别很小，对不对？一点点心态，我们那个心哦，不是。哦，正当要做你去做的那个都叫能手，哦，那我们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培养，事来则应，事去则见，哦，免红而乐嘛，免红嘛，哦，这样子的话没有能手了，各位浅显，我们活在能手之中还是没有？没有啊，哦，很理想哦，所以我们努力努力呢，这个在没有能手之中。那么今空劫哈已经解开，则行因啊破矣，哦，所以这个啊配合哦那个五蕴哦行因啊已经破，以及呢佛缘空性圆明，哦成法解脱，我们的空性啊已经到达圆明，哦圆满光明，哦然后呢所有的哦那个法让我们呐，啊，都已经呐，啊，哦得到了解脱，所以连法也可以不要了。哦，即得即空之境啊，生灭即灭啊，哦，即灭现前，哦，这个所有的生灭啊，都已经灭掉了，然后即灭啊，就显现在眼前。那么此劫哦，这个灭劫，把那个哦灭啊解开，生灭啊，哦，就是种子啊，哦，知啊，那个前面所讲的那个劫来说的哦，知觉而言，哦，动灭啊，净生。净灭啊，根生，哦，根灭呢，觉生，觉灭呢，空生，空灭啊，灭生。那么六劫啊，哦，皆生灭法，哦，六个劫啊，全部都是生灭法，故呢，灭劫啊，哦，亦当呢解除。
那么此觉、哦、不觉恒住啊，寂空之境、哦、是很理想，尤为呢圆通的细障，圆通呢很微细的障碍，即同呢那个长沙和尚啊、哦、说的寄语，百尺竿头啊做的人，虽然德华未为真，百尺竿头啊从进步啊，十方煞土啊现前身。哎，所以哦，我们了解那个百尺竿头啊，哦，要从进步了、啊。各位浅显，百尺竿头啊，从进步啊，就进到哪里去？进到哪里去？百尺竿头已经依赖吼、哦，那个竿头啊，你起码吼竿头，百尺竿头不依赖，要过进步要去到。对啦，就是空啦，嘿，你全部放掉、啊、就是空，它、啊、就成就了、哦、空性圆明。啊，可是我们人、哦、就是吼、哦、那个依赖，不肯放舍。哎呦，我这个绑起我都死去啊，哦。所以就因为这样、哦、不成就了、啊、所以长沙和尚 才讲说呢，百尺竿头、啊、要呢从进步、哦、还要呢在这个进到那个空、哦、那个空性才会圆明，十方呢煞土、啊哦、就显现了、啊、我们呢、哦、那个金刚不坏之身、哦、就整个呢都呈现。那么唯是呢此诀、哦、最难呢解除，禅门呢谓之啊幕后牢关。那么到此境界啊、哦、不肯进步，那么又谓之啊贴落哦不山难脱。那么此诀一解啊，则可亲见啊本来面目哦，就可以呢看到我们的本来面目哦。那么入流哦即呢是守于真常，黄手呢就弃诸生灭，那么进入呢哦即根尘四心呐、啊、应念消落哦，解手绝空，以空手空灭啊，就是想象为尘，事情为过，恶聚远离。哦，刚才我们哦那个讲的那一段啊，因为没有全部写的，所以哦后写刚才才先把那一哦那一段呢先背一次，让我们有一个印象。那么即灭现前啊，哦，即华眼清净，哦，允而不成无上之觉。那么忽然超越啊，哦，四出世间十方圆明，佛呢二殊胜，哦，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呢讲说呢，超越了哦这个四出，哎，四出呢就是出世间，然后世间就是凡尘，哦，已经呢十方圆明。哦，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哦，十方都圆明，哦，和得到呢两个殊胜，哦，即从呢闻思修啊，哦，最后一刹那证悟啊，圆通体，哎，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叫做圆通体。那么花呢自在用，哦，我们可以啊发挥呢，哦，那个佛性的自在用。超越呢，哦，来解脱呢，哦，无碍之意啊，哦，解脱无碍，已经没有挂碍障碍。那么即灭真体啊，本质圆明，哦，这个即灭的哦那个真体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本来呢它就呢哦圆满光明，它六环呢为我执啊所碍，哦，就是呢我们六道众生啊被我执啊所障碍，不能呢超越、啊、世间。然后呢那个三圣啊为法执啊所障碍，不能呢哦超越、啊、出世间。那菩萨呢进入三摩地，我法哦二空，我空法空，俱空呢亦复不生哦，所以啊我空法空哦变空呢亦空哦，所以呢俱空不生，故得超越啊哦四出世间十方圆明哦，或呢二殊胜。一则呢上合十方之佛本妙觉心、啊、能够呢跟十方之佛的本妙觉心已经相合，那么以佛如来同一慈力、啊、跟佛如来一样、哦、有那一种、哦、慈悲喜舍那个力道、哦、那个慈力，慈就是以乐给众生快乐。
那么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啊六道众生，哦，跟呢我们六道众生呢也一样合在一起，以诸众生呢，哦，同一悲仰，哦，众生呢这个生离苦难，哦，哀求拔苦，那么希望以乐，那么菩萨呢同其用，哦，故施呢无畏力，他无所畏惧啊，一样哦陷入啊，哎，那个众生的哦那个呢啊那个群中哦，已经一样呢这个呈现。佛要呢这个文殊哦菩萨从二十五门呢这个修持方法哦，我们凡尘呢哦有这个重要的哦二十五门修持方法，就是呢六根哦六尘六识哦三六一十八，然后呢再加七大。哦，水有风土啊，空见识，哎，七大，哎，加起来呢二十五。那么在二十五门的哦那个修持法门之中，哦，见选一门，哦，选要闻思呢，释迦牟尼佛要闻思选一门呢，适合阿难及末世啊娑婆世界的众生哦来修持。那么闻思菩萨呢，显出哦耳根圆通。那么以下呢是啊这个文殊菩萨呢所说，因为这一章哦这个篇幅啊不那么多了，所以省掉啊很多都没有抄了哦啊，所以那个文殊菩萨哎重要的哦讲这一段啊，哎或许是很重视啊，所以把它呢这个抄出来。然后呢啊这个文殊也讲说那个耳根圆通不只有观世音菩萨修了，他也是从耳根圆通哦修成的。可是或许回去看哦，竟然没有抄到哦，是在这个底下哦，他还有一段哦才说的。那这边呢是很重要哦，因为啊那个觉海性成圆，圆成觉圆妙哦，这整个都在讲我们那个哦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哦，非常的宽广哦，啊把那个世界啊哦是很狭隘啊，也把它讲出来哦，就在这一段。哦，觉海性成圆，圆成觉圆妙，圆明啊照生熟，熟力啊照现往。哦，那么底下那个小瓜五就是解说了，说觉海哦，我们那个觉海不做呢那个哦华喻啊华的比喻来解说，乃呢这个直称啊觉性为海，就是我们的觉性啊哦好像海一样那么宽广。哦，以觉海周遍法界，哦，恒无边涯，事无底蕴呐、啊，嘿，就是那个觉，我们那个觉呀、啊，哦，非常的宽广，周遍了、啊、整个法界，哦，恒无边涯，事无底蕴呐、啊，嘿，不管东西南北哈、哦、上下，全部呢都是觉，哦，都是我们觉海，哦，灰落水啊，不像我们的水海，哦，上有边，上有底呀、啊。哦，咱世间的海哦，拢有边啦，嘿，拢有迄个陆地，吼、哦，阿毛地。虽然讲有诶真深哦，吼、哦，有诶海啊，吼、哦，讲安尼三千公尺，佮落去嘛是有地，嘿，那结海没有，哦，它没有底呀、啊，哦。那么这个性啊，哦，即啊指那个体大，成圆圆成啊，指相大，所以哦。哦、有体有相有用、哦、圆妙圆明、啊、为用大、哦、体相用、那个文殊菩萨呢都把它呢、哦、这个解说出来。那么成圆、哦、为呢觉海成湛不动，圆含万有，我们那个、哦、那个成圆、啊就是觉海、哦、觉性好像还那么宽广，它呢成湛湛然都不动，然后呢圆含万有，就是所有的、哦、不管三德大地，不管所有的凡尘的景象、哦、生花的所有景象都在我们觉海之中、哦、都圆满的、哦、包含在我们性分之中。那么不变之体、啊哦、那个呢圆含万有这一个、啊、他讲不变之体一即呢、哦、我们如来常性、哦、那个如来常，所以、哦、我们那个、哦、如来藏非常宽广，然后我们现在用大部分都、哦、把它用在、啊、含藏善恶种子啦，
那个就、哦、比较狭隘的意思、啊、它严寒万有、哦、就很宽广的意思、哦、它所有山河大地、啊、都从我们那个、哦、陷海之中呢呈现、啊、所以、哦、我们要看这个真理、哦、才会 了解整个真理、哦、它那个所在、哦、它的奥妙、哦、它的那个、哦、深的那个程度、啊哦、是到哪个地方。那么即本有的真心、哦、离有为无为，离开有为无为，能给、啊哦、有为无为、啊、作依、哦、有为无为都要依赖、哦、依赖呢、哦、我们那个觉海，即是呢、哦、不变常随缘、哦、我们不变之体、啊、可以随缘之用、啊、常常呢就可以随缘、哦、不变之体、啊、常随缘，所谓即而造，即呢就是不变之体，造呢就是随缘之用，啊，即而常造，造而常即呀、啊，哦，那个呢，即造同时就是本来面目。各位有没有听那个哦那个如是我闻还是呢张卓悟道记呀、啊？有没有讲到这样？可能又是有听没有懂啊，有听是有了啊，还没有懂。那个好、哦、就是有书面资料、哦、可以听还可以看、哦、有书面资料，所以、哦、那个即而造，造而即、啊、嘿，我们就是要了解将即、啊哦、就是佛性本体、哦、不变之体，将造、啊、就是随缘之用、啊、造、啊、就光明、哦、然后、哦、成缘跟缘成、哦、又呢、哦、不同意思、哦、为呢这个觉海、哦、虽严寒万有哦，究竟呢，成战不动，哦，它呢如如不动，即是呢随缘哦常不变，它虽然随着缘，可是体呀、啊、一样不变，啊，我们就差别在哦随缘以后啊就不回归到本体呀、啊，哎，所以哦那个随缘呐常不变就没有做到，哦，造而即，哎，这个造啊，哎就是随缘之用，即呀、啊、就是不变之体。然后言妙、哦、就是本来之妙，不由呢造作、哦、没有造作的言明呢，就是本来之明、哦、不假功用、哦、没有我们又把它呢、哦、这个用的那一种、哦啊、人为的方式、啊哦、使它、哦、这个明亮没有、哦、它本来的、哦、这个有光明，然后呢有、哦、那个、啊、妙用在，所以言妙言明都是很理想，可是我们呢、哦、一般、啊、都是、哦、没有、哦、让它恢复、啊、它本来所有的那一些、哦、功能作用，我们都呢、哦、加入、啊、我们的心意识、哎、我们人工呢做得很厉害。还有这个十一分钟了、哦，这个剩下呢就是要给各位哈、哦、这个发问问题。那在呢这个发问问题之前呢、啊、因为啊获、哦、学到的时候啊，这个有千贤这个千叮咛万交代，哎，跟获学说哈、哦、一定要跟大家讲，哎，说哈、哦、我们这个修道哎就是要很专一呀、啊、哎，不要哈、哦、这个一回到家以后啊哎就坐着看电视啊，哦就上网，然后呢去网路、哦、那或许呢、哦、这个之前呢时常都会、哦、这个讲说我们在没有、哦、启发我们的佛性来当家的时候、啊哦、还没有启发、哦、不知道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时候、啊、我们尽量、哦、拼除外缘，外面的因缘、啊、我们尽量把它拼除，哦、不要跟人聊天，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杂志，不要看电视、哦、不要上网，什么都不要，专注的把佛性本体、哦、启发认识，等到你已经可以、哦、佛性当家了，这个时候不管你要做什么了、哦、你要看电视，你要上网，你要看新闻，你要看杂志都没有关系，因为你有主宰了，你佛性可以主宰了，那一些事啊你就会处理得很好。那假如说我们都还没有到达
佛性主宰的时候，我们就稍微节制一下哦，先呢一段时间哦，让它呢空下来，不要哦感染凡尘事啊，凡尘的事都把它撇开。那假如说我们工作的时候啊，压力很大哦，对呢主管啊很不满，那或许导师有一个哦那个日本人的方法。他跑到哦那个没有人的地方啊，去大骂他最讨厌的那个人，大骂了以后哦，情绪一发泄哦，回去就好睡了，哦，问题就解决了。哎，各位可以写哦，我们乡下不是很宽广嘛哦，啊，你到那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尽情的哦，去把你的不满啊，全部都发挥，啊你。全部都吐出怨气了，就解决了，没问题了。那个是日本人在用的，或者看到报道，我们也可以用啊，疏解压力的方法。不过，各位就是要了解，压力还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呐，我们自己的内心产生的。那我们去分析怎么来，一定自己呀有所求，然后达不到。那个压力才会产生，那我们假如说进入到无所求，无所求的时候，那个压力它就会消失了。然后我们对凡尘啊，不管是合理不合理，只要是我遭遇到，我都欢喜心甘愿受。就像永嘉大师说，那个观恶也是功德。那个不合理的来，你就想说。我往事也是不合理对他，他现在对我是因果定理，那你就不会有那个怨，不甘愿，不会有的。你欢喜心甘愿受啊，那个债都了清了啦，就不会有压力。所以我们自己啊可以解决，这个呢导师，我们呢互相勉励。